咱师傅试的就了解了，就这样也能干。一个2000多钱就，你可能一个几十块钱就不干了。说的这说啥是？那大爷要是在钱花多的，给他花，到时候花。我他家就说，在青岛非要按那地方不好，他两个房，一个车库，还有一笔外资产，因为他说那个，不啊。你可别把这热水弄反了。那他。